建国两国就会拆这个房子道场古祠，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小组，那小组是由副建长负责组成，那我们有各个单位，那个各个单位刚刚我有介绍过啊，我是请问县长，他的职责跟权责在哪？他的职责当然就是要防止被盗采，那是依法来起，如果有盗采，依法对，依法有起这个违法的刑事的时候，依法来起。那权责呢？权责当然就是依他的职权呢，来如果有人违法的话，他就来起底啊。那他责任呢，就是要保护我们这种这个古时不被违法的盗采。那么既然刚刚县长又讲依法，我觉得所有公务部门一定要依法行政，但是可以县长可以用自己的职权来做一个不当的名誉的摆摊的刁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当然我们不能刁难，但是议员的意见我想我们要让他们做这个现况。我们再接下来下一章，我想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啊，本期的内容。